也能立大功。小种子也能立大功。像我一样拥抱死亡的礼物吧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我们的秘法天会舒服你。可恶，打倒。像我一样拥抱死亡的礼物吧。我们的秘密启发了我们。鲜血会束缚你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脑袋。我们的隧道在你脚底。我输了。绳子又在烧了。手牌满了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
战术大师来说，这算什么？翻救主人的时候到了，严子天空。我们的秘密天赋启动了，也能立大功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不要你。
受不了寒冷了吗？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我们的隧道很深，全都不好了。
哦，这必须都毁咗啦！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。隧道在那脚底，
这啲书都毁咗啦！我死啦！要办啦！我最伟大的发明——藏宝库。绳子又在烧，我们的秘宝天赋启动。没想到你还算有用。多谢你的协助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功啊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。
我欠你一次。你是故意的吗？呜、哦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射台的幻日开始。多谢你的协助。